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ke 大叔，现在来到台北市敦化南路上的面屋牛一，正确的名称如果有错误我再更正。这家店据说是蛮推荐的店家，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像标榜说它是有鸡高汤，然后很特别的牛肉面店。上面有写荣获2018年台北市牛肉面嘉年华秘密客大评比最佳汤料奖。啊，那当然这样的话一定就是不便宜啊。它是用机器点面的，这边就有菜单。我应该是想要点红烧鸡骨牛肉面吧。这种感觉跟拉面店有点像。有一些规定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有非常多的媒体报道。然后现在就打开哦，这个门。就是用投币的，应该是说放纸钞。看看。加大不加价，哈哈，看得到吗？就是还有一些选件要自己选一下哦，面正常。我再看看怎么一回事。别张就收，这边不够平啊。无言。没办法，后面两张都不收了，没办法。那请服务人员帮我处理一下，无言。稍等一下，他前面有。因为我弄到一半了。好，那就处理好了。好，谢谢。好，那有个人区也有这个双人区，那我坐在这里好了，然后脚架放不下来。好，其他弄得有点像日式拉面的感觉。好，这感觉有点像那种很有名的那个某间拉面店啊。一兰的，嘿嘿。感觉店员都蛮客气的，不错。好，那桌上就有三种调味料。又有辣油。好，那这样就好了，谢谢。平佑啊，这样就好了。现在试试看。感觉有这种日式拉面的风格。汤头好像蛮浓郁的，现在试试看，这个价值不菲，250，据说汤是非常厉害的。汤头很浓郁，有点类似那种豚骨拉面的那种感觉。这厉害哦，喝得出牛骨跟鸡汤的感觉，可是有那种日式拉面的感觉。因为这个背景音乐是热门音乐，所以我等一下会混音。感觉蛮用心的店家。大概主题也有鸡肉啊。我试试看这个，
嗯，这个是鸡肉，鸡胸肉，然后这应该是鸡肉丸子。嗯，好吃，就有点像是鸡汤跟牛肉汤的混合体。它也有酸菜，先加看合不合好了。那旁边有那个辣油，它现在是刚好一半一半了，不像牛肉面，也不像鸡汤面，蛮奇妙的感觉。啊，把这个都加一加之后，看一看什么变化。这样会不会比较像牛肉面？哈哈，蛮有趣的哦。嗯，哦，它这个酸菜也好吃，加上这个辣牛油之后还有酸菜，我觉得变得比较像牛肉面。嗯，好，很特别的感受啊。那像它这边写的鸡骨牛肉面，然后那蛮特别的，这个中式跟日式结合的感觉不错。蛮新奇的，嗯，我觉得算好吃，我觉得啦，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觉得这样子结合很冲突。哦，传统风的人一定打枪啊，那个如果是年轻人，应该这样觉得很厉害，哈哈。那恩叔，我刚好是不行不老，在那个交界处，嗯，我觉得不错。食物总之就是很主观啊，让你自己的舌头去感觉它好不好吃，自己决定。其实我拍这个都是让各位有一个选择啦，还原用餐感受。 好吃啊，汤头很浓郁，好喝。今天早上才有人讲说什么我已经变了，变得这个非常的油啊，本人从来没有变过啊，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变啊，反倒是酸民言论越来越厉害啊。一个人就只能做自己了，没有办法做别人了，那我只能这样讲，就像这个面一样，你家变成这个泡面也是不可能了，它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嗯，它牛肉炖煮的蛮入味的哈。好，这个牛肉部分，你看闪闪发亮，也有这个灯光的关系啊。好，就像 N 嫂，她是韩国华侨，你家变成台湾人也是不可能的啊，对不对？好，不可能嘛。M 嫂就是 M 嫂，我就是我，诸如此类的啊，你也是你啊，我那个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彼此尊重啊。这样好了，那又讲到一些我的事情，有人听了越觉不开心了。好，肉蛮软的啊，好，那个人觉得分数是90分，稍微贵一定会扣一点分啊，这不好意思各位店家讲拍谁啊，但是东西是好吃的啊，贵不贵是自己的主观意识啊。你觉得不贵，因为每个人经济状况不一样。你要开宾士车的，你绝对这是小菜一碟，你一定是满分啊。像我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但会觉得有点贵啊。你要是这个经济状况更不好，那就更不用讲了，这可能像天价。所以这个食物的感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当然，这个频道是我的，我只能说我的感受了，是不是？我不可能变成开宾士车的，对不对？好，所以讲来讲去就还是那句话 ，M 叔就是 M 叔了。我就以我自己的状况来讲，然后你可以保有你的想法跟分数，然后你可以再来吃吃看啊。我现在就是吃给你看。哦，它这个牛肉的感觉就是有
传统风，但是刚刚到这个鸡肉片跟这个鸡肉丸子的时候的感觉又像是日式拉面，所以它是混合体啊。不少，不好意思，打个嗝。好，那个人觉得是蛮赞的。好，这有没有感觉很像在日本街头的感觉？所以我只能说肺腑之言给各位听啊，然后钱都自己花，对不对？然后讲过很多遍了。有时候我也会被暗赏骂，对，花很多钱。嗯，好，那就不要再废话了，就直接吃啊。啊，面条又是有那种日式拉面的风格。啊，个人蛮喜欢的。大口大口吃起来蛮过瘾的，它很多种变化。到了酸菜的时候，这边感觉又变成像牛肉面，因为我加辣油嘛，所以它又稍微多偏偏的，多偏向牛肉面了一些。啊，我觉得面正常，它面条就已经很 Q 了。刚好还有一片鸡叉烧，蛮嫩的。朋友啊，有没有看到？所以是很特别的。日本のトマタチ啊，美味しいです。赞。嗯，好吃。好，那刚刚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各位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嗯，觉得有那个价值的啊，250。嗯，好吃。一定都吃光光的，因为都我自己花钱。好，那店家很有勇气啊，所以觉得这个牛肉面是结合的，我觉得是不错。好，那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状。好，品相真的蛮多种哦，大概还会再来试试看。这个红烧鸡骨牛肉面真的不错。然后这台机器有点难搞啊。好，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拜拜。两只狗狗很可爱。